随着习阵营反腐推进，中共高官落马络绎不绝，北京秦城监狱再次人满为患。截至四月底，在758个房间中只剩下92间。据动向最新一期报道，北京秦城监狱扩建后共有758间房间，其中双人房112间给行动困难者，至四月底剩下92间房。目前在秦城服刑有830多人，副省部级有近500人，省部级有91人。秦城监狱位于北京昌平区秦城村小汤山镇附近，是中国唯一不隶属于司法部而直属公安部的监狱，对外名称公安部看守所。该监狱目前是中共内部关押高官的地方，对普通民众来说带着些许神秘。该监狱建于1958年，当时只有四幢楼房。文革期间被送进的人多的无处关押，于是当局大兴土木，加建牢房，又增加了六栋楼房和六个院子。近三年，随着习阵营的大力反腐，不断有高官落马，秦城监狱再次穷满为患。2014年传出当局将再一次进行扩建的消息。据悉，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前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前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落马中共高官，皆在秦城监狱中服刑。秦城监狱在中国赫赫有名，几乎与八宝山齐名。中共建政以来，老革命家梦想的是死后能进八宝山，儿时不与我者，进的却是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中国公安部直属监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秦城监狱最初共建有四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六栋楼房和六个院子。六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秦城监狱曾关押过众多中共高层人物，包括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和岳父谷景生。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当年主持修建秦城监狱，多年后他自己被打成共产党的叛徒，给投进了秦城。他曾经说，我要是知道我建了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外界评论认为，曾囚禁过毛泽东妻子江青的秦城监狱一号房一直空缺，正等着终极虎王入住。江泽民近日已经被中共武警部队带离其住所，在被带到北京军区机关后将被陆军军官接走，目前下落不清楚。海外媒体大纪元正设法核实消息的准确性。近日，负责老首长警卫任务的部队人士对大纪元说，6月10日凌晨4时许，警卫部队司令员向某部下达命令，把江泽民强制带离其住所。在武警部队某部参谋长的指挥下，江泽民被带到原北京军区机关后，几名陆军军官把他接走。其中一名军官是中将军衔，一名是大校，还有一名是穿便服的人员。此次行动绝密，命令是中央军委方面发出。最近江泽民父子被软禁的消息不绝于耳。香港争鸣杂志最近披露，中纪委在5月14日就已正式约谈江泽民长子江绵恒，要他交代个人及家属在境外的财产等情况。也有上海消息人士爆料，江绵恒已被软禁在上海郊外某秘密地点等。网络传江泽民被软禁在上海黄浦江畔。公开信息显示，三至四月份之内，江泽民连续三次缺席中共高层露面，引发外界普遍关注。美国之音四月二十五日的报道说，江泽民在一个月内第三次在此类名单中消失，释放的政治信息令人关注。五月二十四日，财新网发表于克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该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三期，标题为《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于可平是大陆著名学者和政治学家，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多学科博士生导师。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
2011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6年成为首位入选悉尼大学学者面对面年度特邀人物的华人政治学家。北京官场的人透露，于可平是胡锦涛的头号幕僚，习近平上台后，他也与王沪宁一样，是习近平重视的政治改革的专家。财新网给出的内容简介中，于可平暗示习近平要想树立政治权威，就必须要走民主、法治和善治之路。文章称，在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王霸之争中，从总体上说，王道是统治者、学者和民众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价值。王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带来自愿的服从，王道能降低执行的成本，提高行政的效能，王道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行王道的要害是得民心，要得民心，统治者必须行得正、仁政或善政。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著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文章还说，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的改变了。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不但需要公正、清廉、尽职、守法、爱民等传统政治美德，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文章最后表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和社会政治的进步，权力将逐渐回归社会，公民权力的重要性将不可逆转地日益压倒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力将变得更加重要。中共政权自从出现那天起，既不是军权神授，又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政权，其天然的缺少执政合法性，使得中共政权一直处于深深的亡党危机恐惧之中。中共气数已尽，不仅表现在民众与外界络绎不绝的讨论中，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也多次发出亡党危机的警告。201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生活会议，讨论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前途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危机。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中共已面临退化变质，走上亡党国危机，要勇于面对、接受、承认这个事实。2015年9月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大会堂会见出席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65人，首次提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对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敏感话题，中共高层一向讳莫如深，王岐山此番主动谈起，在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和民众热议的同时，折射出中共在失去合法性的亡党危机下不断走向衰亡的现实。新纪元此前独家分析过，由于江泽民利益集团的判死抵制，哪怕军改第一期已经结束，习近平也掌控了十多个中央领导小组，但习近平还是有点权威不够，有权无威，以至于他在三中全会提出的60条改革措施基本都没有真正实施起来。为了给改革开路，他就必须进一步的打拦路虎，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成了习班底当前的首要任务。2016年3月4日晚，正当中共人大及政协两会召开，新疆官方背景的新媒体无界新闻突然转发一篇匿名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内容除以中共党员名义要习辞职，还以威胁的口吻对习近平和家人进行要挟。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报道披露，3月份针对习近平的两封黑函，幕后藏镜人非江泽民莫属。京城消息人士透露，随后习近平就让政治局委员王沪宁牵头研究主题为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问题。3月初到3月13日，王沪宁召集高层智囊40余人，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秘密研讨会。王沪宁在会上尖锐提出，中委和政治局在现行限制上的地位和运行存在较大缺陷和阻碍，中共中央下达的政策措施受到人为严重干扰，折腾和阳奉阴违，内部长期意见分歧，现行机制存在大问题，长期无法贯彻高层官员能上能下、政治问责等原则。
报道称，习近平三次赴会讲话，讲话中要求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并强调不能再等待了，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辜负人民的期待和呼吁。消息人士透露，王沪宁不容回避的和盘托出高层分裂、宪政实施等问题，尤其是习近平一句不能再等待了，相信很快见真章，当局必有大动作。报道还分析说，必须对两会上习近平面色凝重重新解读，并非这封信带来的恼怒，而是激战前夕的凝重。这也破解了某些媒体所散布习近平与李克强分道扬镳的传闻。对于高层分裂，港媒动向杂志2016年4月号报道称，中南海高层有两个铁三角，一个是二张印刘均出于江泽民派系，三人结成铁三角不仅自然也更必然，一个是习、王、余正生，这个铁三角全部都是太子党。而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原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林也曾向媒体透露，中共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与可凭的敏感言论，除了前面提到的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还有很多，可谓专门搞了一个系列。如2016年5月4日于可平在北大所做的演讲被财新网以政治学的功用和青年政治学者的责任为题发表，其核心观点是政治学是管重大利益的权力性分配，其功用包括有助于确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政治价值，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如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确立政治评价标准，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总结人类政治的游戏规则，影响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于可平通过谈政治学的功用，大胆触及民主、自由、法治、政治制度设计等敏感话题，暗示这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必走的方向，而这与青年政治学者的推动密不可分。2016年2月19日，官本主义是现实，民本主义是理想。一文称，中国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专制主义，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破解官本主义，以此暗示民主法治在中国的重要性。2016年1月6日，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一文中，于可平暗示中国要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1月5日，《莫怕失去制度自信》一文中承认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是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承认中国的制度环境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四个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民主和安全。显然不是巧合，这四点与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释放的信息相契合。2015年12月7日，于可平在北大的演讲在财新网以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为题刊登，文章结合中共官场乱象，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其中明确提到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于可平还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言外之意，中共体制是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惩罚，中共解体也就成为必然。2015年10月19日，于可平发表《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从思想解放、彻底否定文革、民主与法治等五方面来谈邓小平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邓没有完成的重大任务。文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说，习近平应该完成邓还没有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大纪元评论员周晓辉分析说，从目前发表的这七篇文章看，我们可以捕捉到的关键词有民主、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制度改革、制度问题、善政、法治、政治权威合法性。一直力挺习近平的于可平释放出如此信息，应该是在预示中国当政者要想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未来必将走向民主取代专制、法治取代人治、善治取代善政之路。无疑，要走向这样的道路，
中国必须发生一个相当大的改变，因此可以将于可平的文章视作大变局的一个重要信号。事实上，类似变局的信号这两年多来也释放了很多，比如从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到清算日的出现，从暗讽毛太阳到公开否定文革，回击毛左和高级黑幕后的黑手，从省部级领导人当选面对宪法宣誓到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列入政党协商内容，从整肃公检法到提出管住警权，从习近平接连释放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生存还是毁灭等信号，到习近平、胡锦涛、王岐山等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亡党危机，从官场彻底洗牌，大量更换各地各部门主管，并通过反腐排除拿下江派人马，到通过金融反腐打破江派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垄断破坏和干扰，从集邮军改进一步掌控军权，铲除特殊利益集团仰仗的势力，到在外交上采取主动释放友好信息以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从释放擒贼要擒王信号，到限制包括江在内的40多名高层亲属出境。周晓辉分析说，毫无疑问，变还是不变，现在已不是选择题，大变革时代正在没有任何迟疑的临近，而掀开大变局那最后遮掩的薄薄的一层面纱的正是针对江泽民的抓捕。一旦这样的行动开始，真正的大变局就将开始。关于习近平不得不集权，不但大陆学者有很多论述，两年前国外学者也多有分析。比如据凤凰网大学问报道，2014年10月4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曾预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的概念，并就反腐、政治改革、习近平的个人魅力等谈了个人看法。他表示，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10年，但习近平考虑的并不是他要做的两个任期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他后面30年的事情。这一点跟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他还说，习近平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谁负政治责任。为什么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例子？是顶层设计出问题了。顶层设计就是9个常委分工负责，你管这一块，他管那一块，当时的领导层做不成，所以现在要集权。我觉得习近平的判断很准，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有领导魄力的，习近平能超越他个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观念的领导人。在演讲的最后，郑永年预测中国三步走，先经济改革，然后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习近平时代中国会实现中兴，未来习阵营会如何走，大陆体制内的学者也有不少敏感新颖的说法。2015年，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宇凯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只要权力能相互制约，中国也可采总统制。汪玉凯认为，政治体制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绝不能只更改一个领导人的职位，而必须是系统性改革。也就是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下，如何加强人大的立法权、监督权以及政协的参政议政权，使其各司其职，在最高层的权力结构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汪玉台指出，知识界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他说，如果再回到文革的价值形态上，中国肯定没有前途。历史潮流肯定是向着民主和法治方向演进，这个潮流不会改变。尽管体制内学者已开始探寻中国在一党专政下实现民主的可行性，但也有评论说，苏联就用事实证明，共产党在外部没有挑战者，但在其内部却能产生巨大的瓦解分化力量，令中共解体。早在2014年10月，香港学生发起占中罢课运动时，梁振英在江泽民血债帮的支持指挥下，真的想再搞一次8964天安门事件，血洗香港，并把这个刽子手的帽子扣到习近平头上。资深媒体人杨光表示，本来中共的制度下不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当年赵子阳为什么没有成为戈尔巴乔夫？魔鬼制度使然，可江泽民、曾庆红、张德江、刘云山硬是想把杀人屠夫的帽子扣在习近平头上，这就把习近平逼上梁山，成了叶利钦，为了不坠入血债帮的圈套。
只好破釜沉舟，一举将江泽民派系一锅端，把所有江泽民为首的血债帮统统给拿下，然后让香港人实行一人一票的真普选，彻底清除毒瘤后，轻松地制定一部没有共产党的新法，依法治国。其实习近平原本也不是，也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可硬是让江泽民一伙血债帮逼成了叶利钦，这就叫天灭中共。1991年6月12日，力主改革的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当时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提升苏联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但改革就要损害苏共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苏联内部各族已厌倦了共产党的领导，纷纷要求独立，结果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传统派为了挽救苏共及苏联，便束之以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这时叶利钦站出来，跳上坦克对士兵演讲，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军，并要求军民反对政变，政变遂告失败。随后叶利钦解散了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就此消失。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而叶利钦随即解体了苏联，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首任总统。2015年10月13日，大纪元新闻网发表编辑部特稿，抛弃中共习近平渴望青史留名，文章首次提出习近平若能顺应天命民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特稿称，中华民族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中共百年的蹂躏、羞辱和毁坏让中华民族处于深深的危机中，如何溯本清源，制止中共对民族和百姓的迫害变得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中国时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演变，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豪杰之士顺应时势之举将令其青史留名，也会带动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习近平以其现在的特殊位置，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如能顺天而行，抛弃中共，挽救民族危机，将可名垂青史。中华民族在抛弃中共之后，也必将迎来真正的复兴和中华盛世。等到了2016年，有关习近平可能走总统制的分析预测纷纷出现。中共李固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年初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或二十大上肯定要颠覆点什么事，可能并不顺着十九大怎么选人、二十大怎么接班这个思路，他要颠覆这个思路，可能按照选总统的方式来，谁选上谁来当。四月下旬，海外中文媒体传出消息称，习近平不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上海学者杨鲁军日前表示，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明年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面临三大问题，习近平会否打破潜规则另起炉灶，具有风向标意义。甚至连具有某个派系色彩的亚洲周刊也在五月披露，中南海高层已经出现改革呼声，要严厉变革，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规范的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在党内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这一架构为例，它的存在现在看来是多余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只要在夏季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那金秋的六中全会乃至明年的十九大，习当局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3月31日，据媒体报道，在29日深夜，新浪微博上人们在转发一张特别图片，一群人在小树林的草地上打出两个横幅，表示支持习近平政改，成为首任民选总统。这张图片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网上包括律师在内的很多人都表态支持。北京周泽律师、广西的吴进金律师和上海律师孙学华都说，如果真选，自己投他一票。有西安人说，他如促使党政分开、政企分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联省自治，我可以投他一票。该微博随即被删除，但其传递的信息迅速在大陆传播开来。随着中共十九大的临近，有媒体报道，习近平当局正在严厉取消中共的常委制。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习近平废除中共常委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江派三大常委在前台干扰执政。港媒近期报道，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江派张德江利用人大权威狙击习近平的权力，江派刘云山利用宣传优势抵消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造势，江派张高丽利用部分经济决策权分化于政声拉拢的实业界巨头。中共十九大前，二张印流权力组集中纪委，希望其不再完全由太子党控制。袁军是学院出版社社长，政师及大校辛子陵也曾向媒体透露，中共执政党是分裂的，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辛子陵说，习、李、王是核心，俞正声是代表邓家的，站出来支持习、李、王，改革派稳占了四票，是多数派，但只是相对的优势，张、刘、张掌握住常委的七分之三的权力。所以表面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经常出现两种声音。习近平上任后，为了避免和削弱中共江派人马的权力与搅局，只能实施小组治国方略。习近平当局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深改小组、国安委、财经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十多个重要小组，习近平兼任了这十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时事评论员十九天表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十九天表示，目前媒体传出习近平当局可能要废除中共常委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安插到中共高层的江派三常委一直向习近平当局搅局，甚至对着干。如果习近平不废除常委制或不把江派人马踢出常委，他很难干成事。二、常委制权力过于分散，易形成团伙。港媒内幕6月11日发表的第53期署名文章称，常委制这种寡头式制度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及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其实中共的九常委制是在前党魁江泽民下台前确立的。在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共的统治都是所谓的核心论，但江泽民下台前，他为了掌控胡锦涛当局，把此前的七常委改为九常委，把核心论改为了集体领导。将为了尽量分散胡的权力，让当时的九常委各管一摊。在胡锦涛的第一届任期内，除胡锦涛、温家宝外，中共其他七常委都是江泽民的心腹。在胡的第二届任期内，仍有五常委是江泽民的心腹。同时江还提拔了郭伯雄、徐才厚两名心腹替其掌控军权，致使胡锦涛、温家宝的实权被架空。三、抛弃中共是习近平的一个选择。大纪元去年曾刊发特稿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凶险绝伦，刀刀见血，你死我活。面对江泽民政变集团，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不仅等于自己政治和肉体上的自杀，也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置于险境。面对反腐攻势，江系人马一直试图制造事端，搅乱中国社会，只要把江泽民抓起来，停止对无辜百姓的迫害，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平静。在抓捕江泽民后，习近平还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抛弃中共，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邪恶的最大制造者与庇护所，他将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并成为对习近平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习近平抛弃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有望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开创近代中国罕见之新局面，那时习也会赢得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近日有消息称，
习近平有意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和隔代指定的接班机制，对中共的领导体制进行颠覆性改革。港媒对此评论认为，以习近平的个性及中共现实的情势，习近平做这样大的改革完全有可能，而且中共旧有的那套体制早已经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亚洲周刊近日获悉，最近北京高层的改革呼声很高，要求变革的内容包括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七上八下、67岁可留任、68岁需退休的年龄潜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报道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中共体制会有万人难以想象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对此，港媒东网5月7日的一篇神州观察评论认为，以习近平的个性及中共现实的情势，这个消息未必是空穴来风。文章分析，习近平上台后改革力度之大早已让各方有所领略，比如成立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统帅机构，而军队改革方面更是翻天覆地，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连军队都可以如此大变动，其他改革自然也有可能。评论认为，按照中共现行体制，中央政治局常委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次一级是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再加上一系列的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最高层叠床架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突出，不仅导致权力分散内耗，决策低效，而且容易形成山头派系，加剧政治斗争，与现行讯息社会需要高效决策背道而驰。文章分析，由于这个体制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运行，后人轻易不敢动。如果习近平真的对这个领导体制动手术，将是一大创举，其个人权威将进一步突出。对于七上八下的年龄潜规则，文章认为这只是中共体制内的潜规则，也是江泽民逼退李瑞欢时的产物，废除这个规则的阻力并不大。这个规则一旦打破，习近平反腐打虎的主要助手王岐山就可以继续在下届留任。至于是否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问题，则更为敏感。外界一直有传闻，习近平有废除的设想。文章说，假若政治局常委制取消，七上八下规则被打破，废除隔代指定的接班体制，中共体制的整个政治游戏规则将全部发生变化。实际上，海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习近平的改革意识也抱有期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此前断言，中共的末日已经开始，政治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在下一届政治局成员中，如果具有改革意识的自由派助推习近平，在习的第二任期将有可能迎来中国的大变局。不过，也有观察人士对中共十九大能否如期进行，仍持保留意见，认为在中南派激烈博弈以及国内危机双重夹击之下，中国政局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届时，政治局常委这一体制能否继续维持，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有分析认为，不管习近平这次释放何种改革信号，要想真正实现其的中国梦，最关键的是要引领中华民族结束独裁专制。从持续暴增的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对数量来看，历史已经给了习近平结束中共专制的绝佳机遇。截至2016年5月7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中国人已超过2.3633万。有分析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民意觉醒运动，导致中共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将做出何种选择，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早在2015年10月13日，大纪元就发表特稿称，如果习近平能抛弃中共，完成中华民族和平转型的伟业，将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和国际社会的赞誉，这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荣幸。特稿强调，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至为难得的机遇，端看习近平能否把握，以及对他本人历史定位的期许。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从胡温手中接过权力开始执政，当时面临的执政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严重贫富分化，
贪腐横行和民众抗争不断等乱象。第二是政治层面，习近平接手的是被江派架空后的权力架构，这种架构曾造成了胡温执政十年几乎无所作为，同时习近平还要面对江派不断进行的政变夺权和暗杀的威胁。面对执政危机，习近平在上任三年多的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执政措施来改变现状，这些措施的表现方式以针对江泽民集团反腐败展开，犯下大罪的江系大员如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苏荣、周永康、令计划、周本顺、郭伯雄等先后落马。表现在具体的措施上，比如废除劳教，提出依法治国，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倡传统文化等等。再比如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召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改变了江泽民的宗教镇压政策。但是外界看到中国社会目前所呈现的现状并没有在习近平当局的措施下发生根本改变。在经济层面，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局面，在江派首恶江泽民没有被公开抓捕之前，江派利用经济资源和经济手段的经济政变仍在持续，资金外逃加剧。在政治层面，以刘云山、张德江和张高丽为首的在位江派高官仍然利用手中权力对抗习近平的反腐和改革，特别是刘云山利用掌控的宣传系统，用高级黑的手法抹黑习近平，给习挖坑不断。在社会层面，近期以来社会乱象不断，仅仅两个多月时间连续发生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雷洋嫖娼死亡案件，广西律师在法庭被法警殴打，深圳警察辱骂女孩等。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危机和乱向下前行，不断连续发生的公权力严重伤害民众的事件，抵消着习近平当局的改革努力，消磨着民众对未来的期望与信心。在2014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的愿望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唱红歌的薄熙来倒台已经三年多了，红歌仍然在今年唱到了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政法系统的大老虎周永康落马已经两年半了，警察害民却越演越烈？参与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元凶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都已落马，欧洲议员对前来讲真相的法轮功发出疑问，习近平权力越来越大，为何活摘器官仍在持续？或许从这几年中共基层官员的几则名言中能找到问题的部分答案。贵州官员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你是为党服务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河南省内乡县法院院长说，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中共基层官员的这些言论发自内心，道出中共政权实情，中共是和民众完全对立的两极，中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如同水火，绝不可能兼得。那么在习近平执政的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中共体制本身的因素越来越多地浮现于表面。诚然，江泽民集团在习近平执政的过程中为逃避罪恶被清算，不断给习近平制造障碍，是其施政的主要障碍之一。但是并非所有中共基层官员都是江派所操控，如今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公权作恶的乱象，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共体制下的体制本身邪恶造成，这些中共官员确实是在执行党的政策，因此这些问题绝非反腐败所能解决。同时江泽民集团的所作所为还展示了中共体制中最邪恶的部分，江集团可以说是中共邪恶的代表。因此习近平施政的最大障碍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江派的权力阻挠并利用中共体制本身掣肘习近平，其二，中共体制本身。从根本上讲，在中共体制下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化解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经济、道德等诸方面的危机，特别是中共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形成的党文化也已经把中国与中国民众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习近平上任之后，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努力，中共体制本身的制约和掣肘越来越多地表现于社会层面，已经接近变局的临界点。但是无论未来局势怎样演变发展，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必将到来。2011年大陆贺岁大片《让子弹飞》创下了近年少有的卖座记录，影评称整部电影就是呼吁民众觉醒，推翻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那座大山，中共。
该影片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奇迹。中国主管电影电视的广电总局曾下达内部通知，由于《让子弹飞》里面有敏感内容，必须减少放映场次，媒体宣传逐次减少。一时间，全中国掀起了一股在这部电影中寻找敏感台词和内容的全民运动。黄四郎是此影片中一个非同小可的小人物，黄四郎的替身这个戏子因长相酷似黄四郎而成了他的替身，替黄四郎做安全掩护，并做了不少坏事。影片有一段对当今中国民众的心态描写，当张牧之把枪发给了鹅城的百姓，带着三个弟兄呼吁与他们一起推翻黄四郎时，人们却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黄四郎的惧怕心理而不敢为之。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天赐良机，张牧之抓住了黄四郎的替身，当众斩首。百姓以为黄四郎已死，怕心全无，怒火喷发，一举推翻了黄四郎。而真的黄四郎则被当成其替身，遭到百姓的戏耍。影片最后展示的情节是，当所有老百姓心目中真认为黄四郎已经死了，怕心没有了，即便搞错了，当时真黄四郎还活着，他也没有任何价值了。有网友在评论此片时说，张牧之最后对黄四郎说的“你和钱都不重要，没有你才重要”这句话切中了要害。的确，没有中共才最重要。署名李后主的作者刊文评价这段情节，这段剧情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让人荡气回肠。同时他也给我们现实的启迪，在现实中要解体中共，也无需和中南海的头头们真刀实枪的激战，只需要消灭中共的宣传机构所制造的各种假象，清除他的各类谎言，让真相广传天下，使民众了解社会历史真相，那么觉醒的民众自然而然就会冲垮中南海那层早已千疮百孔的铁幕。张麻子，